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来玩这款《少女回战》。Play 商店上面六月的时候就看到了啦。好，这边有一个时间，哦，举办的时间，6月14号活动吧，活动的时间。伺服器目前有，怎么只有三个啊 ？S1、S2、S4。好，那就来吧，玩玩看啦，玩玩看。好，有一些中文，但是刚刚又有一些日文。这边要选一个是不是？董白、小圆。哦，这个好像是猫耳，然后这个好像不知道什么耳朵，流浪猫。哦，我们可以这样切，是不是 ？OK OK。这 Life 2D 也动得太大力了吧？体重有够轻的啊，34公斤是怎样啊？这个大概只有很多人的一半吧。好，选择它吧，看你要哪一个。我本来以为它没有中文化，有啊，有中文啊。毕竟放在我们 Play 商店上面的话，如果你是日文游戏的话，很多人基本上看不懂啊。那没有语音，没有语音比较可惜，可以稍微大声一点。发现异界侵入者，好，准备战斗。战斗系统长怎样啊？哇，战斗系统就只有这样而已哦。天哪，这也太简易了吧！哦，这种文字修仙啊，文字战斗。就是上面就头像 HP 互撞，然后下面会有一些文字叙述，然后中文化字形啊，字体有些没有吃到，就变成预设了。哦，繁中不够完善吧，就赶快上架这样，急着上架是不是？然后可以装备一下。游戏应该是主打这些 Life 2D 的美少女吧，战斗系统就比较简易一点。你看这边，stage 就关卡挑战，好，挑战关卡。少了语音比较可惜啊。不然他这 Life 2D 做的还蛮生动的啊，哦，这边波涛汹涌啊，是不是？战斗开始，董白打败这些时空猎人、追猎者，然后这边有第一回合的这些战斗报告，可以加速，哇，这么多倍是怎样？直接加速到5倍哦，会不会太扯？嘟嘟，董白都不认识啊，这些角色应该是自创的吧，既不是三国也不是战国啊。哦，现在5倍超快，1倍、2倍、3倍、4倍、5倍，太扯了啦，5倍。大部分的手游都是1到2倍啊，有的偶尔会有3倍、5倍，真的没看过，很少。好，继续。我觉得他动画做的还不错啊，这 Life 2D 做的还不错，说实在的，
哇，直接插那个乳沟中间。眼睛有看纸人了，快醒醒！可恶！好，武将，他叫文忠啦，很奇怪，没听过。好，快速装备一下。好，这边就直立式的放置挂机游戏。然后字体真的有些就没有吃到字型啊，就变成用预设字型这样。我看他游戏的那个说明栏位也没什么，就只有一个公式 Twitter， 还有一个公式的那个网站吧。公式的意思就是官方啦，日文的公式就是官方，官方网站、官方 Twitter 这样吧。好，没有语音真的很可惜啊。这边要签名是不是？哈姆，好，确定。创了 ID 也终于创 ID。不要抖动画面，不要抖。我们是天命之人啊，不是天选之人哦。好，先到。今天是7月10号，好，星之河七日福利，通常第二天可以拿角色啦，90片是不是？哇，呵呵，好漂亮的姿势哦，好撩人的姿势哦，但是黑白的，他不让你看，不让你看啦，可恶。图鉴都黑白的啊，等你抽到才能看。哎、欸，这边变三国哎、欸，哦，曹操、杜甫，哎、欸，杜甫不是啊，张角，哦，然后刘备、董卓、关羽。主要所以还是以三国为主体哦。哦，只是一开始这个文忠啊、小圆这些我都没听过啊。哦，还是以三国为主体哦，主题啦。因为我们现在是董白嘛，解放就是我有了嘛，我有这个图鉴啊。解放之后可剩下战力吧，我现在有两只。好，基金要氪金啊。嗯，普通的嘛，那高级的要氪金啊。好。哎、欸，这个 life 有点动得太大力了吧？跟飘一样，在飘一样。我们把这界面看看啊，哦，就中日文嘛，就大家就加减看一下吧。反正大部分都有繁中化。这个应该是那个初心者的目标，就是你可以这边有5天嘛，5天你就每天都要完成这些任务，然后累积这些积分吧，然后可以拿到宝箱。任务的话就看一下咯，日常、周长、主线，哦，基本三种任务都在这。然后这背包啦，哦，背包他的那个繁中没有做好，但是你应该看得懂，进来他也有写背包。这是信箱 Mary， 没有邮件。然后这是好友 Friendo，哦，好友可以说起来展开。然后这是 bonus 吧，应该是手厨吧，会获得黄盖，全部都美少女啦，三国都美少女。这是转扭蛋咔嚓就抽，哇，这个抽也太奇怪了吧，直接就送我们2抽是不是？然后950抽可以10连抽，
邂逅，邂逅干嘛的、啊？幸运排行，暂无数据是怎样 ？Loading 中，卡死了，卡死了，是我网络坏了还是怎么回事？没有，网络正常啊。哎、欸，你太那个了吧，太卡了吧？图鉴。颜良跟文丑两个黑白无常、哦、拿镰刀是不是？八回合保重，保证武将的嵌片就是碎片，有六片。哦，因为武将没有很多，他就让你尽量抽碎片吧。我在想，然后还有装备的、宝物的。先免费一抽吧，没有福利啦，这种游戏基本上没有打广告，没有福利。那背景的 BGM 还算可以听啦 ，OK。这边是关起来，返回，然后可以换吧，换这个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好东西好东西。就结合猫咪嘛，你看这猫咪的手手。那我们还要干嘛？哈姆，看一下，这我个人状况吧。设置的话就 BGM 跟音效，没有语音啊，很可惜，真的很可惜耶。少了语音，至少你战斗的时候要来个语音嘛。那这个是挂机收益啊。我玩了十分钟了，快速的话通常是两小时啊，一至十六会开。好，哈姆哈姆，来吧来吧，这边可以 auto， 可以看记录，看之前对话记录，然后直接跳过，跳过之后它有一些剧情的一些简介吧。哈姆跟青梅竹马被谁召唤了意识？醒来有一对少女跟一个奇怪生物看着自己。好，我们现在有两个角色，董白跟文宗。我用五倍速啊，所以超级快。你有觉得太快就调两倍吧，或三倍。有剧情嘛，但是就很可惜没有语音啊。好，哎、欸，有一个学生被召唤过来了，刚我跳太快，时空之主，不要五倍啊，就两倍就可以了，四级的、啊、对方一只三级时空猎人，这个应该是现代人吧，哈，被召唤到这边，跟我一样，村，我是哈姆嘛。哦，跳过的时候他只有这个介绍而已啊，你还是得慢慢看，才知道现在到底在干嘛。那我们跳过就可以了。好，武将，要学会升级是不是？升级我们武器。强化我们装备，一键强化，进阶。有没有一键装备啊？现在没有装备哦，一键强化，快速装备，快速装备，然后点进来之后。可以一键强化，好像就这样哎、欸。进阶的话会变加一啦，好，从加零变加一。好，那角色怎么练等啊？
养成是不是？我现在不能养。然后这边有技能，好，阴魂。阴魂会不会是身心啊什么的 ？R 和 SR 加零。目前我加零。董白是我一开始选的嘛，一个猫儿啊，然后这个是刚刚拿到的文中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就美少女放置挂机，然后是这种比较简易的护状而已，没有什么战斗。哦，重点在美少女 Life 2D 做的蛮精美的啊。然后是有剧情的，是有剧情的。不想看就跳。那目前没看到什么聊天室哦。有的这种放置挂机还是会有聊天室啊，跟大家聊天加好友这样，应该要有，因为我们有好友啊。升一星哦，哦，升一星，升这个吧，是不是？哦，你看这个升，这个转盘吧，这叫命轮，转盘升一升，这个横变加一吧，你的位阶就可以提升。呦呦呦，可以稍微动一下、啊，可以放大吗？欸、可以放大哎、欸，哦，好棒哦。好好哦 ，Hello， 真好。大师是怎样？等级大师哦，变装应该是时装吧？哦，哇，天哪，这个游戏会不会是其实是十八禁，然后改编成那个手，改编成那个位置就？正常版这样，就是可能它有的十八禁版也不一定。略卡，来看一下。你看它的这个变装的，就是布料比较少哦，布料比较少。这种游戏该怎么说啊？大陆游戏比较难做到这样，因为他们。没办法那么暴露了，他们都很保守啊，就脖子一下全部包起来。好，再玩一下，再玩一下。我是觉得还不错啊，反正战斗系统不看也没差，就文字而已啊。反正就收集美少女，然后养成这样，收藏起来，收集起来便当自己老婆，二次元老婆。好，你就一直挑战，一直挑战，然后就可以完成它的这些任务嘛，然后功能就会慢慢开启。好，而且可以直接跳过，哎，战斗连看都不用看，这么帅啊，连看都不用看了。除了一倍、两倍、三倍、四倍、五倍之外，你右下角还可以直接 skip 跳过，剧情也可以跳过。哦，有新的剧情的旅途的开始。我们现在在汉王朝，我们要去找村。黄金盗贼哦，黄金贼出现了，欸，真的很棒哎！有的游戏放置挂机跳过还要消什么跳过卷呢？这个不用，随你跳。但我建议你还是慢慢玩啦、啊，看个剧情。战斗部分可以跳。好，主界面。征战是怎样？大概是派遣的玩法，还有收集材料副本玩法吧。这边应该要派遣。好，我们就一键派遣。出发的发好像打错字了。好，试炼应该是一些副本吧。好，那就日文游戏改编成，也没有改编啊，就把它繁中化这样。
只是繁中的不够仔细啊。哦，你们看这个 Katcha 嘛，然后这是商店吧，哦，商城吧，哦，你要花台币来买这些金元宝，它叫金锭。然后这是 bonus 哦，奖励七天的 bonus。然后这个是商店，这种商店就是有分嘛，有分好几种，看你要什么币啊。这边有很多商城、商店，只是字体的部分就我说的，它就没有优化好啊。好，这边刚刚都看过了啊，我这边刚看过，这边刚刚只有看到 Katcha 而已啊，扭蛋。这边是征战嘛，就是副本玩法，然后这边是竞技，应该是跟玩家打，跟玩家的组合打，打他们的 AI 嘛，比战力。我现在战力是10000多。好，我就先玩到这边吧。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就来吧，好不好？很美少女，很美少女，日文的，但也看得懂，因为只有一部分是日文啊。那就先这样咯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